他已经40岁，却还待在家啃老，而且他完全没有出去赚钱的想法。每天晚上他都要打游戏打到凌晨，第二天往往睡到中午才起床。年纪不小的他仍然是单身，并且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吃完饭后他就上楼回自己房间，然后就会在房间里待上一整天。他通常只在深夜才出门，每次也都只去便利店买一些泡面和饮料。他非常社恐，害怕与人打交道，和父母的交流也是通过塞进门缝的便利贴。小小的房间昏暗又杂乱，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被游戏占据。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也没人知道他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这天中午起床吃饭时，雅致发现妈妈在饭盒上的留言，妈妈说要把房子改成两户住宅。他一边吃饭一边疑惑着，明明住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改建呢？没等雅致想明白这个问题，门口就传来了一大群人的喧闹声。社恐的他不敢面对人多的场面，于是端起饭盒急匆匆躲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来的人是父母和妹妹一家，装修公司的负责人也带来了改建的设计图。妹妹和妹夫不想再租公寓，他们借着改建的机会打算搬回家和父母一起住。就在他们商量老宅改建的细节时，负责人突然说房子并不是传统的两户型住宅，因为考虑到有个家里蹲的单身汉雅致，房子会被改成 2.5 户型的住宅。听完后妹妹有些不高兴，抱怨说哥哥都这么大了，应该让他搬出去独立生活。但妈妈却不同意，并且表示和雅致住在一起是改建的前提条件。看到母女俩快要吵起来，妹夫解围说自己可以不要书房，那间房可以腾出来给雅致。就这样老宅的改建计划尘埃落定，而他们的对话全都被雅致偷听到了。雅致趴在地板上默默地听着，此时门外突然响起了孩子的喧闹声。妹妹的两个孩子正在二楼追逐，他们想在老宅里寻找龙猫里的黑煤球精灵。看到自己房间的门把手被拧动，雅致的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外甥女和外甥，也不知道见面时该说些什么。最终他鼓起勇气去开门，决定在两个小孩面前模仿一次黑煤球。这是他和长大后的惠麻第一次见面，却没想到被对方嫌弃是一个恶心大叔。此时他心里涌上了阵阵后悔，刚才自己就应该躲在房间假装不在家。从父母家出来后，妹妹一家边散步边憧憬着搬进新家的未来生活。提起宅在家里不上班的雅致，惠麻说她不喜欢那个素未谋面的舅舅，因为电视上经常播报变态宅男的新闻，她感觉舅舅很可能就是那一类人。不过父亲告诉他，你舅舅之前没有这么颓废的，他曾经在一个大公司上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现在这样子。几天之后，老房子的改建工程开始，雅致提前在前一晚从家里搬了出去。他在常去的便利店买了很多泡面，接着就拖着行李住进了网吧。宅在家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常常录制自己的游戏视频发到网上。他的游戏技术很好，在网上也积累了不少的粉丝。打游戏时他说起家里的事情，游戏好友建议他去开直播赚钱。你游戏技术这么好，当主播的话一个月至少能赚100万日元吧，等你当主播赚了钱，就可以挺直腰板从家里搬到高级公寓了。雅致在第二天开始了不露脸直播，但因为初次直播很紧张，他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失误。直播间的弹幕炸开了锅，粉丝们都质疑他是一个冒牌货。最终第一次直播以失败告终，他那住进高级公寓的计划也就此搁浅。一段时间之后，家里的老宅改建完成，曾经的老房子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父母和妹妹一家搬了进来，一家三代人同住一屋的生活就此开始。在走进新家时，雅致妈妈突然叫住了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妈妈说，你现在阳光又充满斗志的样子，真的和过去的雅致一模一样。住进新房子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雅致以后一定会有所改变的。当天晚上，雅致习惯性的在深夜回了家。妈妈照常在显眼的地方留下便签纸，指引着雅致找到属于她的房间。她的房间在一楼的最里面，空间虽然不大，但雅致已足够满意。她打开电脑翻看粉丝留言，有一个玩偶头像的女生给她发了私信，对方说前不久看了她的直播，特意发私信来对她说一声加油。雅致盯着女生的头像看了很久，这个玩偶熊她好像在哪里见过。不过她在电脑前想了十几分钟，最终还是没想起来玩偶熊的出处。第二天晚上，雅致父母举办了乔迁宴，但这场聚餐并没有其乐融融。妹妹的儿子小莲摔伤了额头，妈妈抱怨妹妹总是忙着工作忽略了孩子。妹妹反驳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女人除了家庭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眼看气氛有些尴尬，建筑公司负责人提议拍一张全家福，可是在拍照时，惠麻却一直垮着脸不愿意配合镜头微笑。哎妈，そういう態度ばっかとってんだったらスマホ没収するよ。没收したいならすればいいじゃん。いい加減にしなさい。うちのセリフだよ。毎日誰かしら喧嘩してんの見せられて、いいようにこき使われて、おまけに家にキモいおっさんいるし、2.5 世帯の幸せな声。エマ！エマちゃん。エマ！再一次被外甥女当面嫌弃，雅致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他回到房间翻看粉丝留言，这时那个玩偶头像又一次进入他的视野，似曾相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终他打开了旧手机，在里面找到了那个玩偶的出处。十多年前妹妹生了的女儿，那时还在上班的雅芝去医院探望过一次，那时他送给外甥女一个小熊玩偶，当时他曾用双手把惠麻抱在怀中，此刻他心里笃定那个玩偶头像的女生一定就是惠麻。深夜雅芝来到厨房找吃的，却意外遇到了同样没吃晚饭的惠麻。他刚想问惠麻有关玩偶熊的事情，可是惠麻被吓得当场大声尖叫起来，全家人跑出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他没有解释，只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家。他去了常去的便利店，在那买了饮料和泡面。他在柜台前沉默了很久，最终在店员面前说出了那句本来打算对惠麻说的话。ありがとう。ぬいぐるみ大事に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这天妹妹和妹夫着急去上班，并且外甥小莲吵着不愿意去托儿所。送孩子的事情被拜托给了妈妈，可妈妈在上午出发前不小心摔伤了腿。妈妈被送去了医院，照看孩子的任务又被交给了闲赋在家的雅芝。上午正是她需要睡觉的时候，可外甥小莲却边看电视边吵个不停，她只能躺在沙发上补觉，任由着小莲在家里嬉戏玩闹。中午爸爸和妈妈从医院回来，此时雅芝和小莲正在沙发上静静的睡午觉。看到这一幕，两个老人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因为他们看到雅芝终于不窝在自己的房间，儿子终于走出了那个昏暗的小天地。之后的几天里，小莲依旧不肯去托儿所，而待在家里的小莲似乎变成了雅芝生活状态改变的契机。小莲很喜欢黏着雅芝，也总是让雅芝陪她一起玩。架不住外甥的央求，雅芝只能留在客厅陪对方玩起了游戏。她按照小莲的要求，模仿电视剧跳起了昆虫战队舞蹈。跳完舞后，雅芝忽然感觉浑身舒畅，她只身一人的世界似乎打开了一条裂缝。这天小莲被妹夫绑着送去了托儿所，无事可做的雅芝又重新窝在房间躺尸。可是在傍晚，她突然听到客厅传来了妈妈的喊叫声。妈妈想去托儿所接小莲回家，由于脚伤的缘故，妈妈又一次摔在了地上。看着妈妈拄着拐杖步履蹒跚，雅芝突然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没在白天出过门的雅芝，在这天终于鼓起勇气走了出去。她用帽子把头盖住，让自己尽可能的不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没等她离开院门，住在隔壁的大姐突然对她打了声招呼。似乎宅在家的时间越久，就越害怕在白天接触外面的世界。她突然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气，像一只泄气的皮球重新跑回了家里。看到折返回来的雅芝，正在祈祷的妈妈没有责怪她，只是对她露出温婉的笑。最终放学的惠麻绕路接回了小莲，但回到家的惠麻明显有些生气。雅芝向惠麻表达着感谢，惠麻也只是很敷衍的回应。いつかちゃんとお礼するし。大丈夫です。其实惠麻这段时间的情绪异常事出有因，此时她正面临着青春期的烦恼。由于搬家的缘故，惠麻被迫从原来的学校转学了。她失去了原有的交际圈，与好朋友们见面的机会也变得很少。她还没有融入新的环境，在班里也总是独来独往。体育课上小团体们都聚在一起，只有他独自坐在一边默默看着，所以每次放学他都独自坐在路边，一个人玩着自己喜欢的游戏。这天有女生主动邀请惠麻放学后去聚餐，可是在放学时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他需要代替舅舅去接小莲回家，这个融入新团体的机会就此与他擦肩而过。所以对于这个宅在家什么都不做的舅舅，惠麻心里的厌恶感越来越强烈。雅芝当然知道惠麻讨厌自己，但他只能默默承受这份厌恶。在和妈妈一起吃乌冬面时，妈妈看似无意地提醒着她，我现在的身体一摔就垮了，不知道我和你爸还能健康地活多久呢。雅芝听到后只是默默吃着面，但她明白妈妈是在担心自己，自己家里蹲了这么久，哪一天爸妈不在了，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是妈妈的提醒有了作用，雅芝在当天晚上很奇怪地没有打游戏，她点开了昆虫战队的视频，偷偷练起了小莲爱看的昆虫战队舞蹈。她练得越来越入迷，甚至去便利店时脑海里都会想起那段舞蹈的主题曲。在环顾四周确认旁边没人后，他决定随着脑海的旋律跳上一段。第二天的傍晚，托儿所打来电话说小莲从托儿所跑了出去。妈妈本来想出门去找孩子，但忽然间她想到了儿子雅芝，于是她把拐杖放在地上，接着又故意躺在了楼梯口。没办法，雅芝只能再次尝试走出家门。虽然她依旧害怕在白天出门，但是关小莲的安危，她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下去。她畏畏缩缩地往托儿所赶，这一幕恰好被逃学在路边打游戏的惠麻看到了。在路过一个长坡时，雅芝没站稳，从坡上摔了下去。视野里是很久未见的蓝天与白云，突然间小莲的脸出现在了眼前。
小莲说自己抓到了一只好看的蝴蝶，这时跟踪雅芝的惠麻也赶了过来。雅芝打电话给妈妈报了平安，并且也帮惠麻隐瞒了逃学的事情。小莲不愿意这么早就回家，三个人就静静地坐在草坡上晒着太阳。此时临近傍晚的阳光不再灼热，远处的野鸭在河面上点缀出了阵阵涟漪。这一刻雅芝恍然间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自在的感觉了。也就是在这时，小莲慢慢打开了捧着的双手，手里的蝴蝶在刹那间冲出了黑暗，轻轻振翅飞到了阳光之下。第二天，雅芝第一次主动在大清早起了床，在全家人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下，她带着小莲在电视前跳起了昆虫战队舞蹈。等到其他人都出了门，妈妈独自盯着雅芝的背影看了很久。她明白儿子以前一定是遭遇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才会变成如今这副样子。长久以来，她一直给予儿子包容和关爱，现在她终于看到了儿子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在这之后，雅芝开始有勇气在白天出门，也主动承担起了接小莲回家的任务。这天她去托儿所接小莲，一个女老师注意到了站在门口的雅芝。啊，この間はどうも。托儿所的童老师跑过来道谢，感谢着她之前帮忙找到了走失的小莲。童老师送给她一袋小礼物作为谢礼，而不善交流的雅芝只能手足无措地收下。就在他陷入面对美女的窘迫时，外甥小莲又在这份窘迫上添了一把火。在回去的路上，雅芝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奇异的感觉，自己暗淡的生活不知从何时开始慢慢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第二天下午，雅芝在家撞见了又一次逃学的惠麻，她询问惠麻为什么这么早就回家，惠麻却不愿意理会这个宅男舅舅。回到房间后，惠麻照常趴在床上准备玩游戏，可是打开游戏没多久，她就收到了游戏大神 Q 太郎的组队邀请。惠麻既激动又兴奋，因为她是 Q 太郎的铁粉，也曾在私信里和对方说过加油。一局打完，惠麻输了游戏，可她却比赢了还要高兴。惠麻当然不知道，她所崇拜的大神 Q 太郎其实就是她讨厌的废柴舅舅。此时雅芝用 Q 太郎的身份和惠麻聊着天，惠麻主动对她说起了早退的事情。雅芝本来想问惠麻为什么逃学，但思索片刻后她删掉了这句话。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感同身受或许比质问和斥责更有用。她改口说有时的确会想早退一次，这句话意外的让惠麻对她打开了心扉。惠麻坦白自己在学校并不开心，而且回到家还会看到一个恶心的宅男大叔。雅芝看到后瞬间哭笑不得，原来自己在外甥女心里的印象一直没有变过。他解释说那个大叔可能是想和你好好相处，可惠麻却发来一连串的恶心。最终他告诉惠麻随时可以找他聊天，他也被惠麻拜为了游戏里的师傅。不久之后，雅芝逐渐养成了每天清早就起床的习惯。因为妹妹和妹夫忙着去上班，他主动承担了送小莲去托儿所的任务。今日は俺が。うさる、レッツゴー。俺が。送完小莲后，他准备离开，托儿所的童老师又一次主动叫住了他。童老师请他帮忙修电脑，他也在老师们的包围中把电脑顺利修好。就在他怯生生的想要离开时，他又被小莲拉着去玩游戏。最终他和童老师并排站在一起，两个人被迫在院子里扮演着人形建筑。此时雅芝心里早已小鹿乱撞，但社恐的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启话题。不过幸好童老师主动开了口，雅芝顺势聊起了惠麻讨厌他的事情。童老师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是要保持距离，第二是用美食来获得好感。这是童老师以女生的角度给出的建议，雅芝也默默把他们记在了心里。在之后，雅芝开始尽量不在家里和惠麻碰面，而是以游戏师傅的身份和对方交流。他打听着惠麻的近况，劝说惠麻一定要向家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屏幕前的惠麻有些失落，她的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留意她在学校的烦恼。他们聊完后没多久，雅芝的妹妹就冲进了房间。妹妹从班主任那得知了逃学的事情，并且打算没收惠麻的手机。为了不让手机被没收，慌不择路的惠麻跑进了雅芝的房间。直到晚上，惠麻依然躲在里面不肯出来。妹夫在门外劝惠麻出来，雅芝走过来让妹夫暂时不要打扰惠麻。之后他通过门缝塞进便签纸，告诉了惠麻毛毯和晚餐的位置。接着他又去了便利店，这里将是他过夜的备用场所。在雅芝的房间里，惠麻看到了数不清的便签纸，这些是宅男舅舅和母亲独特的交流方式，并且被舅舅从第一章保存到了现在。惠麻注意到从一开始舅舅也是像他一样窝在房间里，当时无论外婆怎么哀求，舅舅都紧锁着门不愿出去。时间久了之后，外婆不再让舅舅出来，便签上的对话也变成了日常的聊天。这一刻，惠麻突然意识到，当初雅芝一定是遭遇了不好的事情。深夜家人全部睡着之后，惠麻偷偷走出了房间。冰箱里有雅芝给她准备的晚餐，旁边还有童老师送的手帕。吃着不热但依旧好吃的鱼子饭团，惠麻发现那个宅男舅舅似乎没那么讨厌了。
他心里也对舅舅产生了好奇，为什么舅舅会变成如今这副样子呢？隔天清早，慧麻的妈妈来到门口为昨天的事道歉，爸爸也对慧麻道了歉，夫妻两人意识到了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了女儿，两个人道完歉后准备离开。这时慧麻拿着扫把打开了门，她已经不再为昨天的事生气，并且还想给舅舅的房间打扫卫生。中午雅致回到家，昏暗的房间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子里还有慧麻留下的便签纸，上面写着谢谢你的饭团和手帕。周末慧麻找到外婆，她问外婆舅舅为什么会变成家里蹲，外婆回答一定是那孩子太过温柔的缘故。每个人都可能变成雅致这副样子，会觉得只有一个人独处才自在，但恰恰是这种时候就越需要有人来安慰他和帮助他。可是当时我和他父亲没注意到这一点，他才会慢慢的越陷越深。だからエマちゃん、あの子が苦しんでる時は助けてあげて。ん？うん。お帰り。ただいま。这是慧麻第一次向雅致打招呼，也是她第一次当面对舅舅释放善意。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治愈时刻，并非一定是特定场景的声泪俱下，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就已经能让对方感受到足够多的温暖。这天在接送小莲时，童老师对雅致说托儿所将要举办文字烧主题的游园会，此时童老师正在为缺少餐具发愁，雅致没有说要帮忙，却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回去后，他在网上搜索做文字烧的小铲子，一个游戏好友向他发来了聚会邀请，聚会地点是一家文字烧餐厅，好友也是餐厅的老板，雅致决定去那里借一些小铲子。到了聚会那天，雅致在母亲欣慰的注视下出了门。时隔很久再次出远门，雅致还是习惯性的面对窗子靠边站着，不过此时他已经不再用帽子遮住自己，白天的阳光对他来说已经不再刺眼。他来到聚会地点，游戏好友们都打扮成了游戏角色的样子，当看到游戏大神是一个中年人时，好友们没有另眼相看，还很热情地把他围在中间。在聚餐时，他们以游戏名相称，也不会打听对方的婚姻和工作。一群同好们相互嬉戏打闹，一起围在桌子旁打着游戏。虽然是人很多的场合，雅致却在其中感受到了一股惬意。日子慢慢过去，雅致去参加了托儿所的游园会。在吃文字烧时，他从妹夫口中得知，小莲已经把他和童老师要结婚的谣言宣扬的人尽皆知。あの、もんじゃ焼いてる若い保育士さんと付き合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は？雅致连忙否认，他觉得自己作为家长应该和老师保持距离，用以避嫌。不过妹夫纠正了他的想法，也鼓励他去勇敢追求童老师。你本来就是单身未婚，而且也不是小莲的父亲，所以你用不着避嫌，和童老师交往也很合情合理。で、向こうも思ってるから。ふんふんふん。妹夫的话让他燃起了微弱的希望，但同时他心里也给自己打了个问号。自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中年宅男，年轻又漂亮的童老师会喜欢自己吗？虽然不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雅致的世界终归有了新期待。当天晚上，一向只窝在房间把泡面当晚餐的雅致出现在了餐桌上。妈妈看到后突然哭着跑开，因为雅致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们一起吃晚餐了。不善言辞的父亲也高兴的起身，他突然想和雅致好好喝一杯。飲めない。酒ないか、酒。あるわけないでしょ。游园会结束之后，童老师把小铲子还给了雅致。就在他们闲聊时，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叫住了雅致。お前、なんでいいんだよ。元気なのか。みんな心配してたんだぞ。あれから急に辞めるから。ずっと実家でこもってたって聞いてたけど。この保育園なのか。お前もしかして子供できたのか。似乎是害怕这个中年男人，雅致如同逃命一样离开了现场。曾经的记忆开始浮现在脑海，他再次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恐惧。他狼狈的一幕被慧麻撞见，慧麻扶起自行车，发现地上还有掉落的小铲子。小铲子沿途掉了一路，慧麻骑上自行车，逆着方向一路把小铲子捡起。他抵达了终点托儿所，在这里遇到了吓跑雅致的中年男人。从中年男人的口中，慧麻终于得知了舅舅不为人知的往事。男人是雅致以前的上司，他们曾就职于一家做人工智能电器的公司。当时你舅舅是研发组的组长，他是我所有下属里最优秀的一个。他
他工作能力强又很认真，总是一丝不苟地追求完美。他每次都会把项目完成得很好，在不知不觉中我对他形成了依赖。每当公司交代一些麻烦的任务，我都会习惯性地把任务推给他。他每次都会说没关系，然后接下那些原本不属于他的工作。直到后来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自己太累了，想要休息一下。他开始频繁地请假，到最后就完全失去了联系。我之后去了他的公寓，发现他头发和胡子没打理，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在之后我就找不到他了，也不知道他后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晚上灰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突然想起了外婆对他说的话，在你舅舅难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帮一帮他。他悄悄来到雅致的门外，里面寂静无声，似乎完全失去了生气。他坐在地上打开手机，发现自己的师傅 Q 太郎是在线状态。随后他向师傅发出邀请，两个人很安静地打完了一局游戏。闲聊时灰马告诉对方自己已经不逃课，也交到了新朋友。现在我在学校过得还不错，而且感觉家里的大叔没那么恶心了。师傅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如果有心事随时都可以和我聊一聊。此时的房间里，雅致以隔着屏幕的方式对灰马打开了心房。我的心突然紧了一下，也总是很害怕和别人相处。我时常有一种感觉，我好像不能在现实中很好的生存下去。虽然我很想努力，但焦虑不安的情绪总让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慢慢的我觉得活着很辛苦，我这种人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雅致这些话语虽然是平静的叙述，但里面却蕴含着他深埋心底的绝望。就在他的情绪一点点往下坠时，他看到了灰麻发来的回应。你只要活着就已经足够了，我希望师父能够尽快振作起来。第二天，雅致在昏昏沉沉中睡到了中午。惠麻和小莲通过门缝塞进两张便签，上面写着下午三点童老师想约他见一面。可是当雅致赶到见面地点时，却看到那里除了童老师还站着自己的前上司。他下意识的想要逃离，不过惠麻拦在了出口，童老师也连追带跑拉住了他。なんで、あなたが出しゃばってくるんですか？乗りかかった船です。最终两个人坐在了秋千上，上司也终于有机会和雅致好好聊一聊。雅致离开公司后，上司就因为涉嫌职权骚扰被公司辞退，之后他的妻子和他离婚，如今他只能独自带着女儿生活。以前我总想着多接一点工作，然后就养成了压迫下属的习惯，那时我们都追求把工作做到完美，我们每个人都时刻紧绷着神经。我现在时常想，如果当年不那么拼，我和你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あの時ごめん。解铃还需系铃人，此刻雅致很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我昨晚想了很多，我慢慢发现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你我都只是被严苛职场异化了的机器，也都只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前行的普通人。大人になってからやると結構怖いですよ。ああ、あ、これ、脳揺れるな。おぉ、ちょっと、これ、ダメだ。ああ、ダメだ。心结打开之后，雅致和惠麻买了零食，之后两人结伴朝着家走去。谈到托儿所的童老师，惠麻鼓励雅致尝试着去大胆追求。一般人都会对麻烦事避而远之，童老师一定对你有别样的感情。你的长相看起来还算可以，就是穿着打扮显得有些土气。如果你认真把自己装修一下，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被童老师喜欢的。说着说着，惠麻突然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他说雅致当时模仿的黑煤球精灵很神似，并且让雅致再模仿一次。そんな感じだっけ？え、こんな感じだよ。わらわらみたいな。キッソ。うわ。わ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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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モいって。或许是妹夫和惠麻的鼓励起了作用，雅致之后去托儿所多了一丝其他的目的。这天在和孩子玩游戏时，他突然对童老师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一个想法。あの、俺好きなんです。え、無理です。え？働いてない人は無理です、私。何の話ですか？え？其实雅致想说自己喜欢小孩，这段时间他心里有了当保育员的打算，所以他才想问童老师保育员有没有年龄限制，需不需要考从业资格证。得知自己会错了意，童老师只能尴尬地回答考了证就可以上岗。好きですよ、私も。知ってますよ、それは。マサールさんのこと。
だから働いてください。まずはバイトから。冗談でしょ。冗談です。虽然已经决定要当保育员，但要完全走出来，雅芝似乎还需要不短的时间适应。有时他会一边睡觉一边吃早餐，这番奇特的景象让母亲赞叹不已。父亲得知后也走了过来，调侃着如果把他录成视频，很多电视台都会抢着要的。有时他会跟着父亲去晨跑，但因为宅的时间太久，他通常没跑多远就赶不上父亲了。他依旧以 Q 太郎的身份和惠麻打游戏，但这次惠麻突然说起了家里的恶心大叔。惠麻说他曾进过一次恶心大叔的房间，那时他曾给师傅 Q 太郎发了一条信息，可是信息发出去后，恶心大叔的电脑屏幕就亮了起来。他好奇地看向屏幕，上面居然是自己和 Q 太郎的聊天框。从那天开始，惠麻就已经知道原来自己崇拜的师傅其实就是家里的宅男舅舅。得知自己早就已经暴露，雅芝心里顿时觉得极其羞耻。他想逃出家避一避风头，然而惠麻早就堵在了他的房门口。雅芝吞吞吐吐地解释，不过惠麻并没有刁难他。惠麻说有个游戏大神在家里也挺好的，至少自己可以学一些游戏技术。おやすみなさい、Q 太郎さん。おやすみ、エマちゃん。おやすみ。时间来到深秋，这天雅芝被父亲拉着一起去郊外买酒，车程有两个小时，但为了买到好酒，父亲一点也不觉得遥远。他们来到一处幽静的酒庄，父子俩相互接力把一个大酒瓶装满。此时的雅芝并不知道，当初最先决定改建房子的人其实是父亲。那天父亲照常去晨跑，在街边遇到了正在发传单的装修公司小哥。恍惚间，他在小哥身上看到了雅芝的影子。他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雅芝，那时的雅芝也像小哥一样充满了朝气。お願いします。よかったらどうぞ。他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坠入黑暗，但他可以确定的是，他需要把儿子从黑暗里牵出来。この家なら何か変わりますかね。どうも年のせいで自分たちが死んだ後のことばかり考えちまうもんね。一人にしておけないんですよ、あの子。在返程的路上，雅芝突然对父亲说起了未来的打算。他想要出门找一份工作，也计划在不久后从家里搬出去。但父亲却表示不用这么着急，一切都可以慢慢来。如果你突然搬走了，家人们肯定会不习惯的。咱们的房子本来就是 2.5 户型，你就算一直住在家里也没关系。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え？風で聞こえねえんだよ。いいよ。なんでもない。某一天的晚上，装修公司的小哥再次来到了雅芝家。小哥依然记得上次的不欢而散，在吃饭前他再次提议拍一张全家福。拍照时他照旧提示大家要面露笑容，但想了想之后他突然改了主意。此时他突然意识到，拍全家福时不一定非要刻意的去微笑，因为只要一家人相互扶持相互关爱，自然的样子其实就是最美好的样子。寒冬过去，春天到来，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雅芝已经在便利店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但走出家门至少是自己应该迈出的第一步。此时阳光越过窗帘洒在他的小房间里，这方小天地如今已经不再昏暗，摆放在桌子上的是他为了考保育员而准备的资料书。这是一个有关家里蹲宅男的故事，也是近三年里不可错过的一部治愈系日剧。温柔的人总是对他人过于负责，却也总是对自我过度苛责。在电影之外的现实世界，一定存在着很多像雅芝这样温柔的人。时代的湍流推着人们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其中的你我或许都会成为另一个雅芝。你也许会在某一个时刻发现自己好像在一瞬间失去了全部能量，你会悲观地把自己包裹，失落地与世界划清界限，也会对虚度光阴的自己心生厌弃。没有人在意你一路走来脚下有多少荆棘，也没人知道你的世界曾有多少次黄沙漫天。你只会变成他人口中的异类，也会沦为大众认知里不合格的成年人。但这部剧试着告诉我们，暂时抛下一切放空自己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过。名为人生的题目是一道多解题，它的答案到底如何全由你我自己书写。这个题目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答案走下去就好。倘若你觉得活着就已经很艰难，那么暂时与这个世界脱轨其实并无过错。
你可以沉寂在泥土里期盼着下一个春天，也可以蜗居在茧房里等待着合适的契机。那个契机被你找到的时刻也许会早也许会晚，但它终归有一天会出现在你面前。而在你找到契机破茧而出之前，你只需要活着就已经足够了。